知道为风寒红来。嗯。我提起苏来，原先是吧，先是政策的时候，三个公里，当年是三个公里，先是。他有时候原是反应慢了，是吧？哎。走吧，路。早上刚看这车。双司机不开窗不气的。结果成功。结果成功。
在丰台九几年吧，这么早？嗯，生意咋样啊？好，这草原好。好嘞，好了，开路了。嗯，开了，我一个。好。这个声就不像那个。好像那个更纯粹一点，对啊，它有的声是这个，这是不是里边有点进水，有点堵，不是进水，它那个用30多年了，它那磨片磨得相当厉害。哦，这样。我觉得这上这字儿不错。对，你看这个。啊。它运输涂装上面有刻的。哎，好。啊。它盖上这字儿，下面上。是不是？这个也是。看这个，哪个是吧？这些啊，牌上还有字儿。哦，这对，是是是，这都是比较原装的啊。U.S. 嗯，这都原装，原装带字儿。哎，国产的是什么字儿不带？哦，国产的在咱这儿是出不上什么，但是那个我上回联系过一美国啊，他想要咱中国仿制的那个。哦，他是沈阳一厂造的，跟8K 当时是一批。哦，那个声音跟那一样吗？不一样。当时声比较尖，没这个那么纯。嗯。行。一小时吧。一小时。你跟着我吧。嗯。行。好。别拖了。这两家那拖车比较厉害。